会员，尊享更多纯享版猫猫和饲养员温馨日常。上芒果 TV 搜索熊猫频道，每日打卡赢取超萌周边福利，创意熊猫周边独家发售。这是好妈妈，走，晚上想吃什么？先聊聊吃的吧，饿了。哇，好大的房间哦！哦呦，哇，这给我们精装修了一下。这房间熊猫元素好多。天哪，被子还有熊猫刺绣。哎，粉红色的，一看就是女生的。我们就是房间哈。哇。哇，有厨房。可以蹭饭了，先休息休息。这个可以画吗？可以啊，这可以擦的话应该没问题。今日开心，熊猫一家人。画一个熊猫。这边有，看，你照着它。白色的，对。看这个像不像小奇迹？小奇迹它就是旁边这两撮毛就很突出，有点抽象。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哦，这是人啊！人啊！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啊？不像吗？像吗？他们俩不像吗？我画的还蛮帅的，这里。真的？你别说，真的。你不要太多期待。打个几分？你？我。打八分吧。维新的啊，你是好。来，我来看看，我是哪个？哦，这啊，可以啊。哦，太帅了。我每天都不需要照镜子，我看这个啊。对，你人就有那么帅了吗？传神。我的天。嗯嗯嗯。吃饭嘛，好饿啊。女生坐的差不多。我喜欢。没事，坐这儿。别客气，别客气。嗯，好吃。嗯，真的好吃。真饿了啊！真饿。这还没照顾大熊猫呢，照顾大熊猫，你会跟大熊猫吃的一样多的。你们今天是想选哪几个那老师嘞？嗯，对，老师们都很好。我感觉大家其实主要都是在看熊猫，更合适照顾哪些熊猫。嗯，现在一共是三个站点有熊猫嘛，我们五个人。嗯，那就是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那有一个人会单出来。对啊，就是另一个没来的人。你们喜欢什么大熊猫？你们先来选吧。两两一组，看看怎么。你喜欢哪只吗，小姐？嗯，我喜欢蕊蕊那家。平常的动物园很难看到他们，就是大熊猫母亲带着崽的，他们一般都会人工饲养，想看一下他们这种自然状态下是怎么样的。对，我听到他们粘人，我眼前一亮，粘人。我很喜欢与动物产生感情，所以我就会更喜欢粘人的。你呢？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一点，就更想自保，就是怕自己沉浸在那个悲伤的感情里，所以我就先就告诉自己不要产生那么深厚的感情。但是我觉得有些是没办法，对，没办法，没办法控制的，只是心里稍微暗示一下，或者是说选择稍微不那么黏人的，就是我能跟他保持距离，但是我对他的关心和观察这些不会少，只是说不要依赖就好。但我很好奇，就是你不是工作的那两年，你救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你肯定必然会跟他们产生那联系，你应该已经习惯这种。你救治了很久的动物，但是医疗水平
的确没有发达到所有疾病都可以治愈嘛。有些时候你的确还是要送它走，甚至说你要亲手安乐掉动物的话，这个过程肯定是心理上需要一定的准备，而且你心理要慢慢锻炼得越来越强大。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成你选择一个更野性的动物，纯属就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可以减少跟它一些情感上的那 交流和产生？有这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更想知道如果是它天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它野性更好的情况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对对对，我也觉得。你呢小龙？骄阳他们，我其实我跟他们差不多，我力气相对还比较大一点。那你对熊猫你得有个那感受啊，你不能说你因为你力气大你就去搞骄阳的。我就对他们吧，你首先我跟他们的特点你知道吧，你看看吃饭你就知道。饭量大。饭量大。我能之后能肯定能跟他们成为兄弟。其实我也是对你俩这个喜欢的这个比较感兴趣，但是它的亚成体其实我觉得今天那两个大熊猫不管从行为上看还是什么样，它不像蕊蕊那么亲人。而且你亚成体它个性本身就还没有完全那树立嘛。它成年以后它的行为什么都会受影响。对，好期待明天。可以去看看。他坐起来看我们。好可爱。Hello。他们早餐时间跟我们好像差不多。已经在吃早饭了。你看他是抹，这个抹茶。哎，这个就是。他趴在门口，好可爱呀。蕊蕊还有咸咸仔。哎，好可爱呀。那个可能是咸仙仔在挠头的那个。挠头的，哎，太可爱了，太幸福了吧！早上一上午来就可以看猫，未来一个月都天天都会看，就是不爬那么久山路就更幸福了。坦晴，好像个团子哦，感觉早上没睡醒也跟我一样。拜拜。他说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就有游客了，这么早就看到两只脚的了。他会先看那个爬树的哦。福宝爬树跟其他什么不太一样。哎，这种我一直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在树旁边弄一个塑料罩子。对对，这种罩子你可以发现它没放这个保护罩的都是这种枯树。对，没有叶子的，没有分枝的。他想尝试，但是太滑了，我就不信邪。你看你看那只腿就像蹬着一脚颠在地上。你看有没有，它背面有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六块腹肌。以前花门票只能看到几只，现在哦，天天看，还要看三十天。不笑，不要笑。来喽，苏丽，来乖乖，乖乖，这边来吃来，苏丽，过，这边来乖快，哥哥，乖宝。乖宝，好，来你在这儿吃哈。因为我们这里是展区，所以小猫的话我们尽量会到外边去。哦，需要你帮我协助开一下门。这边的门是吗？哎，来喽，走走走，乖乖走，我们自己走，来走走喽，走。大娃大
来，哇哇哇，这边。啊！嘿嘿嘿嘿嘿，来了来了，姐姐，姐姐。No！不行不行不行，还我！走走走，我等一下来哈，等一下来哈，来，来嘛来嘛，来，给我一个顺，好好好，我去，我去，嗯，好，马上马上，我给你端来了哈。来来来来，来楼楼，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走来来来来来来，来嘛，来嘛，姐姐，来来，不要挡着你，走吃饭，来了吧，过来，我来，二娃，推到边上，咱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展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嗯，嗯嗯，快拉倒拉倒，拿着，姐姐说，哎，好乖哦。小磊，小杨，小杨，喂，小磊，小杨，小杨，小杨，好惬意啊。哦，吃东西的时候都喜欢躺着吃。你看他吃东西的时候很享受，你看他眼睛都眯起来了。对呀、啊。吃完了，然后想起来又坐起来。哦，可以。等待下一步。对，一手一个。好。哇。我也好想当一只熊猫。吃了睡，睡了吃。今天的流程，流程，
你记得等我借我抄一份。好，龙龙，我找你复小牌。我说真的，顺便呢把你俩的工作经验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一下，是吧？我们都是首先就是在做一个事情，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老师先简单的示范了一下，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做。所以你们第一步做的是先观察熊猫状态，这是一个日常流程。第一进去好像是先观察熊猫状态，先。第二个就是把熊猫赶进内舍，就是人猫分离嘛。嗯。确保安全，然后就进外舍去打扫。进外舍的时候，你们先从哪里打扫？先就是把大竹子捡到一起。嗯，就他吃饭的固定的地方。对，大竹子捡到一起，把它捆起来，然后把它抱到外面去，再把那些碎的跟那个粪便分离。就是你可以一个人扫碎树叶，一个人扫粪便，就同时进行。然后有的那个粪不适合树枝，然后你就要用手给它捡出来，捡一下，捡到地上，然后另一个人扫。然后呢？然后就是你要去巡查它外圈有没有什么粪便，还有它那些竹条有没有拖到草地那里去。明白了。嗯，外圈你们还干了些什么？就是给它挑选，需要挑选竹子，竹子竹叶，然后摔竹子。 对，把水竹子然后再放出去。对，再放出去，然后就打扫内舍嘛。所以其实我俩多出来了一个步骤，就是在水塘上。因为我俩今天刷那个水塘都已经刷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刘老师一直给我们强调，就是说你干净的同时你效率也要提高，就是想办法把它效率提高。就是我俩来讨论一下具体要怎么做，就是干净的同时把效率提高，不要像今天一样。我们下午我觉得最重要做的就是看一下红红老师是怎么做的，其实是怎样学习一下。对对对，什么可以简化，什么可以这个分开做，什么要着重的去做。嗯，就是我觉得流程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嗯，打起精神啊，下午好好干，好好调整。嗯，调整。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它添加钙片和那个多维维生素。对，一天一样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夹的？让他放心不了。把这个先给他，他一口就吃下去了。来，妹妹，哦，他还要坐着。那也要看一下。还差一点，我差一点。看看他吃下去这个。哦，他偏不咬辣的，这么厉害。吃嘛，掉了，我先给它切成小块喂给它。妹，来，来，对，他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对啊？对，他会感觉出来味道不对，那我们就再给它加点其他的。这是蜂蜜，这是蜂蜜，我们给它加一点蜂蜜在上面，就压住那个味道，它就闻不出来了。来，这点红糖。走，妹。
妹妹，妹妹，妹妹，走。妹妹，妹妹，来走，来。妹妹乖了哈，今天乖哈。我们为了防止他第一口把这个药吐出来，先喂一些这个没有药的，就是吃的会很顺畅。就那个像妈妈送小孩一样。对，然后在中间把它穿插进去，一口直接吃掉。然后下一个跟上，他就没反应过来。没反应过来就吞下去，就吞下去了。切这么大，刚好他一口的量。中午的喂食结束了。好嘞。一天工作结束了，然后我们结束之后要写一个工作笔记，记录大熊猫这一天它所有的行为，还有我们这一天跟它都干了什么。嗯，记笔记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呼鸣，我们今天喂的欣欣。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观察熊猫，看一下它的状态。 Hello， 早上观察到该猫在内射，精神活动食欲都好，分辨变重是14.8公斤，接下来就是这一天在各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我们观察到该猫本日精神好，然后吃足情况总体较好。饲养不只是单单饲养，因为我们工作里还有科研成分，每天回顾他们的饲喂的数据，需要科研试验的话，想要什么数据可以翻本子一查就查到了，这样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帮助。黄老师，我还想问一下的就是他们那个采食的日志表在吧？啊，这就在里面。对，我们也想那记录一下。对，想记录一下。本身现在不欠着你们，还没到那个几时候。好，还没到是吧？好，明白。嗯，行。因为我们工作量本来就大嘛，那如果刚开始第一天来不一定明白什么意思，需要记什么，就当他体验几天工作之后然后再记的话，可能更有意义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你刚来，然后我就是想让你先把清洁这一块先做好，然后我循序渐进的，然后再让你观察熊猫，这些做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开始做这个工作日志，好吧？好。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哈，明天早上的话就大概也是8:40到我的这个工作站来等我。好的。黄老师辛苦了，老师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Hello 啊 ，Hello 啊 ，Hello 啊，又穿短袖下来了，不冷啊？没来得及的嘛，我都想，哎呀，投个递噻，投个递噻。你们两位不是都带了两个吗？对对，两个耿耿于怀。我就是想过来看一下，他是不是还是想过来？这个要问快艇。我这两个学员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事的积极性，然后还是比较细心，听指挥这个服从性也挺好，很听话的两个小朋友。就是第一次做动作有点慢，这是可以谅解的嘛。是吧，今天第一天嘛就无所谓了，明天就给他们加强一下。明天你俩加强了，第一天积极性要好一些，看后面吧，看后面把他们精力耗得差不多了，还会不会又是这个大伞啊，明天要先让他俩刷一下水池吧。我明天又这样子大伞。我们两个人的水池早就会刷了，我早就会刷了，上午就刷两个。太骄傲了，你这个骄傲的笑，得意的笑已经挂在脸上。上午两个水池都刷了。我有天了，你在我面前炫耀，现在是我在羡慕你们。包括我们狗狗我们都今天都那个都整了。我有想到我还有个黑眼嘛。其实我有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一周以后就是可以让他们两个分开，就是一个人扫一个卷。我今天上午就是啊，你今天就是啊，要累卷嘛，扫累卷的时候一人一个身啊。那我都没有，还是让他们一起互相配合。你们不要炫耀，我没办法。哎，本来是想来过来探听下机密的，这个又遭打击了。打击了，备受打击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小玉一个人顶梁，我不羡慕你们，他眼里有货，就是哪怕没安排到的。他看到了，对对对，他自己看到了，他会很主动的就去了。
对，这个都还差不多，都还好，我两个也是。要得，那今天不给你们透露太多了。你又套了我们的话，跑了。套完我就要开始溜喽。走了，那我们下班回去，明天再想一下。好，走吧，这边下班。有谁敲门吗 ？Hello， 大家好。Hello， 姐姐。你好。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 TV 熊猫频道的宣传特派员慧岑。大家叫我慧岑就好，慧慧也可以。大家今天都是第一天来上班吗？对。心情怎么样呢？感觉如何呢？紧张。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之前稍微有点紧张。哦，为什么紧张呀？因为我们其实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会很紧张，因为有在场的各位那老师在嘛，所以就紧张一些。就是老师好，懂我了，我就是这样的，我今天这样，我说那个周啊，对，我就这样的，我一那演讲我就这样。其实呢，我刚刚也小小的了解了一下大家的这个人名啊，还有脸，我都是能对着着的。我叫谁？你叫龙斌，小龙，小马，大马，小王，小金，全认识了。那全名叫什么呢？小金叫什么？小金叫金艺林。哇哦，对，这都记得住。哇，不愧是主持人啊，这个好厉害，哇！今天你们有没有参观到大熊猫？参观了，都看了，几乎都看了。那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要跟大熊猫打交道，就感觉很治愈，很开心。我也羡慕我自己，我也羡慕你们，骄傲了，感觉了老骄傲了，老骄傲了，对。后续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打算，比如说要完成一些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呢？小龙来先来吧。这个我也是湖南人。你也是湖南人？一听到我是湖南人之后，他说话都放松了。就是把老师先安排我好的事情做好啊。对，你别让他给我收了，等一下我位置把他给我收了，那怎么办呢？我会拍死自己。养那个兄妹啊，那个妹妹我就把当我自己的妹妹，那个兄弟我就把他当兄弟，是吧？兄弟把他当兄弟，妹妹把他当我自己的妹妹。为什么叫做熊猫一家人？这就是一家人的意义，对吧？是的，说得好。来，鼓掌。还有包。可能也是跟龙哥一样吧，就是先完成饲养员老师给的任务吧。然后就可能在完成我这只熊猫的任务之后，我可能会去观察另外一只熊猫，尽可能多的去观察更多的熊猫。对。我完了又紧张了，我一开始这种演讲我就开始紧张。加油模拟训练。那个第一个事啊，就是咱们先把自己的那本职给做好，给做精，给做细。对于一些大熊猫的基本的一些理念和概念一定要掌握的很透彻，毕竟我们是养它的，以后不管是出去我们都会有这层身份，不能在这个身份上再出一些很低级的错误，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是对这个丰容稍微感兴趣一点，我希望能做一个就是让熊猫玩得比较起劲的小玩具或者是什么，这就是我一个小目标吧。对，其实你的存在也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存在，对吧？希望是。好，那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口号啊。我是特派员。我是熊猫一家人。OK， 那期待下一次和大家的见面啊，拜拜。拜拜。
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公众号熊猫一家人官微，一起营养熊猫，上微博搜索熊猫一家人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官方网络知识伙伴百度 App、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 Zucker 一点资讯、特别合作讯飞输入法、高德打车。